丽。今天呢，当拿着威迪秘密化妆包包一起来玩一玩吧。那么现在我们开始玩吧。噔噔，朋友们，今天凯莉拿过来的是威迪秘密的化妆包呀。哇，粉红粉红的，小朋友喜欢的颜色，是凯莉喜欢的粉红色的包。包包的手把是深一点的粉色。哇，看上去的话有可装东西的空间，所以凯莉把凯莉和艾莉的小徽章放进去了。那么我们来查看一下化妆包里边吧，按一下中间的按钮的话，当，化妆包打开了。哇，里面有镜子，可以照镜子漂亮的化妆呀，好像感觉自己美美的。还有查看一下里面的内容物吧，怎么晃动东西也不会散落，很方便的。查看内容物的话，首先抹在嘴唇上的口红大家都知道吧，这里一共有两支口红呀。看见里面还有亮片的粉色，另一种是深一点的红色，有这样的两支口红，按一下的话可以在身上喷香水。还有这个是提亮肤色的粉，擦一擦啦。哇，这里面有粉色的桃心，按一下这个桃心在脸上噗噗噗噗噗噗涂粉就可以了。而且还有指甲油，不过这里边的化妆品都不是真的化妆品，是假的哟。哇，好大的戒指，不过戴不进去凯莉的手指头呀，小手指。噔噔噔噔，怎么样朋友们，非常大吧。哦，不过朋友们，这里有美甲的，那就是打开抽屉的话，里面有可以画指甲的指甲板，而且这里有贴纸，看到了吧，把贴纸贴在指甲板上，然后再用双面胶贴在指甲上就可以了。那那那，凯莉，这是什么呀，好漂亮呀。啊，秘密你好，这是这次我新买的化妆包，很漂亮吧，非常美丽。哇，好漂亮啊。啊，能不能给我化妆呀？哦，给你化妆，能给你化妆吗？试试看。哦，秘密，对你来说太大了，可能会涂到整个脸上的。不然再叫另外一个朋友来替你化妆怎么样啊？可以替我化妆的朋友。哦，知道了，等一下吧。凯莉，凯莉，我把朋友叫过来了。哦，为什么把我带到这里来呀？啊，代替秘密接受化妆的原来是小艾丽呀。来吧，我来给你化妆吧。我并不想化妆呀。不行，我特别想化妆，但化不了，所以你得替我接受化妆，快点。啊，知道了。那么开始化妆吧。不过小艾丽，你喜欢可爱的风格还是甜美的风格？我喜欢可爱的风格。知道了，先要涂上粉。来来，突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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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开始变漂亮了。真的吗？看看镜子吧。哇，变漂亮了，是吧是吧。好，接下来是口红，要给你涂口红了。这里有两支口红，一个是带有亮粉的，一个是普通的粉色。我想要涂闪亮的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很好，做得很好，小艾丽，不能笑啊，你看涂歪了。真的吗？对不起。对对对对对，好了。哎呀呀，好了，这样就差不多了。接下来要给你做美甲了，小艾丽。这里有粉色和蓝色的两种颜色，你要哪一个？我想一下，我要粉色的。粉红色的，好的。不行不行，你是替我化妆的呀，请做我喜欢的蓝色指甲吧。那就做蓝色的吧。好的，就做蓝色的吧，听你的。这里紧张了吧，小艾莉。那么首先等一下。哎，凯莉，这是什么呀？啊，这个是贴在指甲上的贴纸，就这样嘟嘟的转动的话会出来贴纸的，看好了，嘟嘟的，看吧，噔噔噔。哇，好神奇呀。
那么转过来把贴纸贴上去吧。噔噔，指甲完成了！哇，这个我很喜欢嘞，是吧，小艾丽？贴在指甲上吧。结束呢？还有吗？最后要涂一层指甲油。啊，是这样啊！快给你涂上吧。好了，完成，完成。就这样的话，化完妆，涂完指甲了。那么最后还要做什么呢？你想啊。要是能喷上香香的香水，就再好不过了。说对了，好聪明！要喷上这个香水，使用这个香水。来完成今天的装扮啊。啊，这样啊。啊，而且喷上香香的香水的话，心情会变得很好的。看好了，先喷在我的身上吧。嗯。凯莉，你怎么了？好恐怖呀。嗯，我的心情好好。啊，好开心啊。小艾丽，就这样喷这个香水的话，顿时变得很开心的。嗯，我喷了少量的，所以效果没持久多久。小艾丽，你也喷一下。叽叽叽叽叽叽，我好开心呐！是吧是吧？啊，我要心情变好的香水，我也要喷，我也要喷啊！快给我！知道了，咪咪。不过不能一下子喷太多，一定要记住。我不管，我要喷嘛。效果会持久很长的，都说不能贪心的。啊，我才不管呢。一起玩了玩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有意思吗？小艾丽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喜欢吗？嗯呀，我变漂亮了很多，所以非常满意。那么凯莉下次还会带来更有意思的玩具来哦。谢谢订阅。